我的人生没有这么羞耻过 ，OK。是这台哦，对，去小意大利吗？对啊，我妈去意大利的。喂，我们到餐厅了，我们变装了，超智障 ，OK， 我就智障。我们俩有搭档，我们两个有戴发箍，是的。然后呢？都是菱格系列，是的，然后心机比较重，还露一点肚子。我没有。对，然后我们鞋子也很认真，我是西上靴，然后我是袜子，对，还配皮鞋哦，大家都很认真，我真的太爱大家了。好啦。哦，嗨，小林。准备那个礼物，就是第一名的超烂的礼物啦，好开心，没有没有，来换，等下站起来转一个圈，转不了圈，好烦。三号选手被雷到了，不会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，你的发型超学院，好，再换，可以不要转圈吗？好，可以不要，就这样。哇。台中为了这一家，真的吗？十点的，你看，但是有点上要小心哦。好，谢谢。哇！刘芝。哇！哇！大家等一起吃播。太扯了啦！这个是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，那我数，第一个就是可以，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每一年都可以一起过生日。我觉得这个超级幸福，每年都来一个 dress code。好好，第三个，好，那我要吹喽。嗯。哎，真的you
吗？